将它拉到岸边。现在我们往前面看一下今天的突破是什么。这一只是大只的曼波鱼，哇，好多青鱼。现在要把它吊起来。哦，你看，满满的一袋鱼，这都是青鱼。有这怪手把它吊到上面，推土机往前吊，岸上这边会有鱼贩的鱼车在那边收，带到市场去拍卖。这是七星潭下午大概五点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曼波鱼的全样。有够大的曼波鱼，这些都是辛苦的渔夫。外面是抓鱼的渔船，从定制网收鱼上来。好，现在看完了，看有没有鱼可以买。中トロ1個ずつ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。皆さんマグロ食べたいか。